送胭脂，你努力个跳啊！好啊，再来。第二首是什么？穿上去。大家穿上去都很好看呢。嗯，试试看。所以要穿，穿一下看看。改天来一个那个 party 哈。哇，那边应该是个可桥。在那边会有唱摇歌，我来伴你。这个地方更像可桥的样子哈。那你唱那个嘛。反正国语的随便，你要唱什么歌？姐姐，你会唱什么歌？不好吧？可爱的花朵，会不会？这谁？这国语是谁？都可以用啊。